Hello，Hello，hello。 大家晚上好。Hello，啊，晚上好。刚刚跟一些组员谈天哦，然后就在电话上呢，不停的有朋友一直有 WhatsApp 我们一些问我们一些问题哦，来我们就与其这样子一个个回答哦，我们就想到说，哎呀，不然哦就哦，不然就开个 live 哦，告诉大家，现在一些的朋友哦，他们都很关注的一样事情是什么东西呢？然后就是说，他们又都知道，那个现在最热门的这个话题是什么？最热门的话题就是要怎样如何去保护我们自己的免疫系统，有没有啊？哦，OK，哎，我是先自我介绍先，我是 Catherine，Hello，我是啊。Dr. Lu 啊。嗨，进来的朋友可以跟我们打一声招呼嘛，哈。如果这个 live 呢能够帮到大家了，也希望你们把这个 live 呢share 出去，帮忙 share 出去，好不好？啊，进来的朋友可不可以给我知道你是谁？算了。啊。谁呀？OK，我看到有朋友进来了哈。OK，因为时间的上的关系，我们就来讲跟大家聊一聊，就是这几天里面哦，就是哦我们的都是有一些的朋友重复有问我们一些的问题啦，哦，所以我们在这里呢也是想说通过。在这个 doctor 的那个专业的，那他们的现在在高峰期的时候，嗨，Susan，然后在这个高峰期 Hello，苏的生。时候哦，我们是如何去加强我们这个免疫系统，是每一个人都很关注的一样事情，有没有啊？OK，这样子我就一个一个问题哦去问doctor Lu，好，so 希望这些的都能够帮到大家啦。哦，OK，主持人也是麻烦你把我们的这个 live 传去给去那些 group 的地方，好不好？谢谢你。OK，多多路，我最后想问一下啦，很多人就是在这个 pandemic 里面哦，就面对很多一些的比如说他们要想知道哦，要怎样的一些的管道啊，说要自己本身提升这个免疫系统。最主要是说，我们要去注意哪一方面的事情？OK，好，大家晚上好，Dr. Lu 啊，这个提升免疫力啊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其实我们平时啦，我们从小到大，那个免疫力都是一直在保护着我们的，从 baby 的时候妈妈生下我们呢，她的母亲的那个抵抗力、抗体抗啊，体，已经通过喂人奶或者通过在身体里面血便已经 pass 过去 baby。过后就打预防针啦，是小孩子打预防针，打预防针，然后他们就长大咯，只是说，长大过后我们有时候就以为免疫力很强啦，但是很多环境的影响啦，会弄到我免疫力就一慢慢的又退化回去，然后所以说，大致上都是生活习惯的那个主要几个关键，最重要的是。第一个就是做完了要睡觉了就是睡眠睡眠充足这样子为什么说睡眠会影响到能够说帮助到提升免疫系统呢？为什么呢？因为这个睡眠其实在医学上有相当久的研究的他们有发现到那些长期失眠的人有一部分人很可怜的，他们会长期失眠。某某原因啦，然后发现他们的很多临床验证都查到他们常常会感染细菌住院肺发炎之类，或者然后他们在想办法，如果他们治疗好他的失眠或者不能睡觉，他们的免疫力就增加了，他们验血检查之类，
嗨，我们的 RCC Jesslyn，哎你，Hello，哎好。，Jesse，所以说那个睡眠是其中一个重要的。然后如果用简单的平时的比较容易明白的就是很简单的，身体里面抵抗力就是士兵嘛。你不给你士兵睡觉，敌人来了，他还在打瞌睡嘞，怎样打仗呢？那柴也不得空哦，好像那些人。工厂啊，有时候请到一个那个叫扎嘎的这样子Security 啦，，security 哦，如果他很累的话，没有什么睡到觉，晚上帮你收啊，他就在那边打呼呼噜噜呼噜睡着了对，OK 对啊，对，这样子除了说睡眠能够其中一个能够提高我们的免疫系统之外啦，这样子还有什么？还有什么呢？因为现在我们已经关了，在我们在家里面哦，现在已经超过500多天了嘞，所以我们还有除了这个睡眠啊，其实。运动来讲哦，可以帮助我们提升我们免疫系统嘛。运动是肯定的，那个是很重要怎的，么说呢？因为运动它有影响到另外两个免疫力很重要的关键，运动本身然后接下来是那个压力，因为运动是一个减压的方法，然后我们很少运动的人身体有慢性发炎的然后还有那个血液不循环，然后当这个少运动的人压力少运动也是会带到压力提升，压力提升常常我们有听到啦我很 stress 很压力我要吃多几杯那个Ice 雪糕 cream 啦，啊，蛋糕我啊，压力要吃多蛋糕你看这哦。个人家都会讲所以那个少运动多压力，然后体重就增加。这个三个都 Hi, 是免 Siri。疫力的很重要的关键，因为运动你血液循环我们的好像我们的macrophages 那个巨噬细胞或者我们它还没有去到一个地方的时候，它是叫 monocyte 的然后或者其他的免疫力细胞抗体它要循环所以需要很好的免疫那个运动跟给血液循环的然后还有那个。我们身体累积那个毒素也是要排出去的通过小便肝那边消排毒之类但是这个血循环很好，它才能够去到那边。没有看那个图片那个血循环哦，修一下你是不是们。这种这个血看循环到的哦。图片我们那个血管就好像要给那个除了红血球带氧气过氧气也重要咯。提升那个氧气然后我们那个每个细胞就很有活性然后那个营养咯，我们然后那个除了红血球，那个白血球也在里面游过去的如果血液不循环，那个尖作这样讲过那上次我也提过，警察车来救你的时候，但是尖车，你就惨了，自身难Traffic 保 jam, 啊，traffic traffic jam jam。自身难保，然后体重管理咯，那个体重管理。容易了解的就是，其实我们有很多医学报告的，肥的人很容易感染细菌，为什么嘞？他的那个他有一种我们讲肥胖metabolic syndrome 他那个免疫系统是失调的，失调其中的原因就是他长期发炎，这个叫 chronic inflammation，chronic inflammation 就 disturb 我们的那个 immune cells 是有这个方面的影响，好就像是有，但是我们现在很难呢。MCO 又管制我们的那个，然后就是待在家的时间比较多，所以我们要怎样做呢？这个体重管理不要吃啊，你们没有有，可能呢。是咯是咯，但是OK 啦，骂低啦，骂10次啦。明天哦，哎呀，我就多一个人帮忙我了。哎呀，幸好我有提到这个哦，不然明天哦，这个地上明天亮不亮哦，就是要靠他了。我去 storeroom 找那个萝卜出来骂啦。这个别的就是有关于到那个体温体温的重要性。体温啊。
怎么讲体温也是能够帮助的，我们能够增加我们的免疫力呢，多多。体温重要，因为我们如果在历史上你留意一下，嗯，都是在冬天会爆发那个流感的，哦，很多个国家 ，OK，会爆发流感，那个体温也是重要保持正常体温呐、啊，那个要拿掉啊，拿掉，这个先拿走先 ，OK， 好，然后又拿回来，嗯。嗯，你是讲到说刚才什么啊？冬天的时候比较多流感啊？是啊，都爆发流感了。以前在还没有这个冠状病毒来的时候，冬天的，所以在有冬天的国家的人一定要打那个流感预防针的。哦，尤其年老的那些啊，抵抗力比较差哦，他们有生命危险的。哇哦，这样、在外国是 compulsory 要打的那个，没有打是犯法的。这样子你看哦，你刚才有提到说，我们能够范围能够做到的东西，就是说，要改善我们的身体，就是那个我们的睡眠啊，对，就是要运动啊，对，然后还要去提升我们的免疫力，是其中一个是什么体重管理有没有？对，体重管理还有保持 fit 这样啊，保持 fit 啦，然后让我们的身体里面的细胞也 fit 啦睡眠啊，然后还有除了这些东西，我们还需要现在很多人都。说一直说要提高免疫系统啊，要饮食要均衡啊，要吃一些什么东西啊，才能够真正的去针对性哦，说能够提高我们的免疫系统呢？饮食方面当然重要啦哦，嗯、但是在嗨中吉饭 ，Hello， 哎，在这个情况下那个这个就是我们要用到那个叫 micronutrient 的时候。这个微量那个营养素，营养素那边呢有很多，其实维他命 B6 A D E 还有那个 Zinc Selenium 还有Beta-glucan Property， 这个其实你们大概都知道，但是比较针对性的是要提哦，现在是慢慢当红的，慢慢来当红了的那个一个维生素是专给那个免疫力的，我们叫做 IPPA1 哦。那个是小麦的一个萃取物，在日本那边研发出来的，然后也有科学家拿到诺贝尔奖的，去研发它如何，它的 mechanism 嘛，它的那个IPPN 如何给那个在那个 receptor 那边激活了巨噬细胞来去保护身体，这样子，如果你 Dr. 你讲到巨噬细胞，它是怎样去保护我们身体呢？巨噬细胞是我们全个身体里面一个比较说它比较它是总司令这样因为它是巡逻兵总司令它报告了它要做四样工作的、第一个基本的工作你看到这个巨噬细胞它是很大只啦但是它很多那个粗细我们叫pseudopod那个手这样它会看它有八爪鱼这样啦，细菌有进来的时候，它会抓它的，它会追它的。然后这个很活跃、很健康、没有失调的巨噬细胞会做这个工，然后它会在肺部也有，在喉咙皮肤在每个器官肠大肠、小肠那边都有很多的只是就我们每一个身体的啊，差不多每一个我们身体的每一个器官呢，站岗在那边守住，嗯、然后看到有我们叫 foreign body pathogen 那个病原体进入入侵它就会嗅到它的味道的很快的有 chemical 的它就吸引它快快去追它然后它抓到它就吞食过后它就吞在它肚子里面然后它是要用那个一种 chemical 自然的那个我们叫做 nitric oxide 来融化它然后融化它的那个那个蛋白质细菌的蛋白质病毒的蛋白质它就把它放在它身体那边它又用外一个去出席通知一个叫Helper T cell 有一个叫它又要 present 那个 antigen 它那个给它让身体知道这个病毒改天再来的时候你要做一点 antibody
啊，不要每次叫我去打嘞。我们身体里面的这个免疫系统真的是很聪明哦，它还会要做这样子的一个 receptor， 给人家我们其他的那个巨噬细胞去一起攻打哦，它还会发那个 signal 出来哦，有点像警察哦，巡逻那个警察车啊，他不是看到有敌人或者有坏蛋啊，他就去。快去那边抓嘛，如果他打不赢了，他会叫人叫帮忙的，啊，叫多几辆警察车啊 ，helicopter 也来啊，啊，然后他就啊看到那个贼的样子哦，他就拍了照片，然后传出去，啊，全部人都知道，以后这个人来就惨了，肯定抓得到了，哦，啊，这样子咯，啊。哦，所以我们的身体的这个 pathogen 就是我们的这个病原体来到，就是我们这个巨噬细胞去一起攻打这个病原体啦，是在我们身体啦，就是这个意思哦。除了打之外，它还要平衡它，当打完了这个病原体哦，它知道没有了哦，前面那个巨噬细胞，它通知后面的人了，它讲 stop， 不要再打咯，不然忽然间无端端有人放一个炸弹下去，讲又不是炸到自己的细胞了咯。哦，所以他还靠平衡那个免疫力的。如果Dr. Lu，如果是说有一些人他们不能平衡他们自己本身的这个细胞，自己攻打自己本身细胞了，会发生什么事情啊？有啊，他就很多器官会受伤咯。比如，比如啦，现在当红的是那个冠状病毒啦，他的身体那个肺那边呢，过了细菌病毒攻打那一阶段过后，就是免疫力失调的那个阶段，那个阶段能够要调回去才 OK， 或其他的就是敏感哦，皮肤敏感啊，或者说有红斑的免疫失调的，还有那个什么牛皮癣啊之类的哦，这些要就是这些就是免疫系统自己攻打自己 balance 不到。还有每这个 macrophages 这个巨噬细胞还要清除那个多余或者死了那个细胞，或者要病变要变 cancer 的细胞，所以是这样多的工作，还要修复哦。我们不简单，免疫力在攻打的过程会受伤的地方要修复哦，要修复也是他做。总之，他是一个人呐、啊，当做说一个工人要做四份工哦，他呢会罢工的，因为哦。你一个人在公司叫你做四份工，老板给一份工钱哦，你会罢工了，知道吗？假生病不来做工了，啊，他是这样的咯。对，然后因为他需要营养，然后摩登的现在的食物啊，营养素啊，以前的 organic 很 organic 的营养啊，不用怕 IPPN 已经在那边了，遍布整个那个营养的食物那边。但是现在你看 organic 就会自己种啊，哦，要不然呢、啊？就买的东西啊，农药啊，全部来这个在日本Professor Soma Dr. Inogawa 他们有做研究，他们也是发现到现在食物所吸取的 IPPN 太少了，所以他就发这 patent 的一个方法，就是从那个小麦那边拿它的 extract 啊，拿它萃取物，然后再研发啊，这个是 food grade， 然后它有 Chitra 日本很权威的那个学会哦。去专门研究这个 IPPN， 它的安全性已经受到肯定了的，哦，30年在日本，如果是不安全了、啊，早就没有了，30年了哦，而且很多那个科学文章，非常多科学文章，然后如果他们不平衡了，然后又受伤了过后，然后他们怎么办？要修复咯。修复，所以说我讲刚才讲到说一个巨噬细胞一组，巨噬细胞要做这么多工哦，它是很需要营养的，所以这个营养就是那个 IPPN 营养就是能给它 bonus 哦，你的功能给它 bonus 跟老四个月 bonus， 哇，很开心，他们又去做工了。哦，原来这样啦。之前呢、就。因为讲到说那个运动啊，调理那个睡眠啊，还有那个压力，体重管理哦，那个都是有关键到那个免疫系统的啦，然后这方面呢，其实要讨论一下，那个在光电子库如何会帮到这方面，因为这几天、哦、就一直有朋友一直问我们要怎样去做 类似这些东西，怎样去改善，然后现在新冠
就是就 pandemic 然后就待在家，我们讲有些哎呀我运动啊，但是没有 consistent 去做啦，是有啦，都没有 consistent 去做啦，这样子又要怎样说啊、又能够说改善睡眠呐、啊，让自己又开心一点呐、啊，又能够、哦、有这个更好的这个血液循环呐、啊，能够帮助血液循环呐、啊，甚至能够什么帮助睡眠呐、啊，帮助还有什么体重管理有没有？刚才也提到体重管理，然后我就跟他直接分享哦，其实你要知道我的秘密嘛。我就直接跟他讲、哦、我的秘诀呢就是什么、啊、就是我在穿着一个东西、哦、已经帮助了我了三十多年被巨狗吃完的问题的一个 series 就是 Ara series、啊、这个到底这个 Ara series 是什么样的一个东西、哦啊、其实在这里、哦、是跟大家聊一聊再来OK， 放大一下哈。OK， 下次哈。所以我就跟 Direct 呢，就直接跟我的一些的朋友们呢，就跟他直接 sharing 这个东西如何，然后能够帮到我们这一方面的问题啊。看到吗？可能太小了。哎呀，不会拉。拉不到吗？要两个手指。哎，拉错了。啊，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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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OK， 可能这里的字体会比较小哦，只是说我要带过给你们大家啊、知道呢哈、哦，我是怎样去啊、说提升我自己本身的这个免疫系统，还有能够也是帮到很多的这些的朋友呢，改善他们的一些的问题，他现在烦恼的一些的问题，因为不能出去哦，然后又要想提高自己的免疫系统，然后因为。怎样都好、哦、怎样去看那个数字每一天那个数字、哦、到时间的时候去看那个数字的时候那个心情又会压力一点有没有啊？所、so, 以我是怎样去照顾我自己的、哦、我就是通过这个 Aura Series 啦所以、so, 这个 Aura Series 里面、哦、我们叫做 Aura Condensation 我们是有一个整个的一个系列我们有什么呢我们有我们的 Aura Pen 啊 Aura Pay is Basic Top 就是我们的上衣我还有我们的 Bandage Boxer Even 都说我还有我们的 Aura Socks 所以、so, 这个 Aura Condensation 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一个东西来的其实 Aura 是我们公司一个品牌啦所以、so, Condensation 来讲呢、哦、是中文叫做光电子纤维其实这个光电子纤维里面在日本呢已经不是一个新鲜的东西它在日本已经有超过25年的历史了、哦、这个光电子纤维、哦、它是采用这个、啊、陶瓷微粒子它去磨成粉磨到极幼它是磨到、哦、0.3 micron 0.3 微米到底0.3微米有多幼可能我这里的图你们不是很看到好清楚就是你没有看到这一粒其实这一粒、哦、这一粒、哦、诶可能 我这里收不到就在你的右上方那边、哦、有一个小小的一个点可以按到吗那个 pen 可以按到吗 OK 按不到抱歉其实 我要带给大家就是说它连那个 bacteria 是 5 micron 就是5个微米哈这个光电子纤维、哦、它去磨到、哦、是 0.3 微米它比这个细菌还更幼你看这一粒一粒的东西、哦、不是小球你知道吗它是线、哦、线里面、哦、它这里、里面、哦、是很多密密麻麻的 0.3 微米的这个光电子纤维、okay? 这个光电子纤维到底能够帮助到我们什么东西呢第一你看、哦、这个光电子纤维只要它 touch 到我们的皮肤就好像你们看到下面的、右下角里面的、哦、就是下面这个圆半圆形好像一个黄色的那个、哦、就好像我们的就是代表我们的皮肤青色的那一片布呢就是这个光电子纤维当这个光电子纤维、哦、它 touch 到我们的
这个 skin 的时候，我们身体有这个 dead body temperature， 它就会散发这个远红外线，去促进我们这个血液循环，让我们哦就能够帮助我们呢，哦，就是 burn 我们的 calorie， 然后甚至能够排出我们身体的一些的啊不要的一些废物，哦，例如就是水肿之类的，所以这方面呢就能够哦恰好能够帮助什么？能够帮助我们体重管理，甚至有些朋友哦就是压力啊，他们就去吃啊，刚才我们讲哦吃 ice cream 啊，吃蛋糕啊这些东西哦，他们这些东西就是很容易让自己有一些的肥胖的一些的现象出现，甚至说啊一些新陈代谢哦不好。因为我们整天待在家，我们没有一个良好的这个血液循环，甚至说啊，好像我自己本身啊，老实讲，我一个礼拜啊，老实讲，我都没有是很 consistent 去做这个这个运动啊，我就是靠什么呢？啊，就是靠这个 Aura Pen 能够帮助我促进我的血液循环，甚至真的是我它这个当我们血液循环好了过后呢，它我们的血氧就能够提升了。当我们的血氧能够提升的时候呢，我们能量，然后因为血是带两个东西，一个是带氧气，另外一个是带营养，哦，当我们血液循环好了的时候，我们自然我们这个血氧我们的能量就会回流去我们整身，然后我们的精神也是会改善，甚至是说啊，有一些朋友他是压力到，哦，连睡觉都有问题，哦，读到了的一些的even those patient，哦，都是需要一些靠一些的药物，就是一些的安眠药之类的一些的药物，哦，去控制他们，去改善他们的睡眠，然后我们就有怎样都好，药始终都是药，所以要长期，哦，说一个做一个我们不是拿药吃药生存的吗？有没有，我们是吃食物啊，说做一个什么最好的一个保养，就是说这个 Arise 的 series 来讲，也是能够，哦，穿在身上的时候，它能够发挥到什么呢？改善我们这个免疫，哦，甚至能够帮助我们呢改善我们的这个睡眠的这个品质。嗨 Koh FB， 嗨你好哦。因为我这个东西，哦，我们是已经认证了，在尤其是在 Dr. Lu 的身上，哦，这方面，哦，已经认证了。以前的他当医院，哦，打电话来有 emergency 啊，打电话来的时候，哦，Dr. Lu 是很难再半夜了再睡回去的，他要等到，哦，一两个小时两三个小时他才会再真正的再睡回去，因为他会想到培训的一些的问题啊，是什么什么，一直在想哦，甚至到你要想到的时候，你要休息的时候，已经接近天亮了。当明天要起来工作的时候呢，你就会缺乏一点的精神了。当他自己本身哦用了这个 Aura Series 过后呢，啊，他睡眠就改善的很大啊，甚至什么？能够说他提升他的氧气过后，每一天，哦，虽然睡那个几个小时都好，因为他们这个行业没有办法，哦，服务性的行业，哦，电话 call 到去他们就要出去了的，所以他们甚至每一天的睡眠都没有达到非常好的一个睡眠的品质，所以自从他创了这个 Aura Series 过后，啊，也是改善他这一方面的问题啊，他能够说一觉，哦，如果没有电话来，啊，真的是一觉就睡到天亮，甚至他接了电话过后他也是很容易去入睡啊，这方面我们就能够看到咯，所以真的是能够帮到，哦，又能够轻松，啊，只是穿在身体罢了，能够轻松帮助我们什么东西，刚才所烦恼的，哦，改善睡眠啊，哦，帮助我们体重管理啊，帮助我们有血氧啊，还有帮助我们体温呢。刚才 Dr. Lu 讲说，尤其是现在我们的体温，要保住我们体温很重要，有没有 Dr. Lu？ 是了。为什么这样重要呢？哦，因为如果体温突然间降一度啊，一个 degree Celsius 啊，会降到30%的那个免疫力的，然后会影响的。所以哦，你讲保持体温重不重要，啊，我们当然不是保持，哦，超高了，37度以上那个是发烧了，那个就是要做 test 了，维持正常体温，真的是，不要冷到，
所以说那个其实刚才 Christine 所讲那个 阿罗西丽莎 在总结上为什么会帮到免疫力啊，其实它也有相当多那个我们讲临床验证，临床验证在日本啊，他们做那些临床验证啊，睡眠好，免疫力就提升了，哦，是啊，然后因为如果说我每次睡，如果那个 laptop 帮我很多啦，如果我睡不好啊，不用救病人哦，病人要救我了，自己倒下去了，哦，然后还有就是说血循环啊，它会因为血循环血管啊。就是好像那个 highway 或者我们的马路啊，不要就是要把我们那个警察或者技术细胞带从一个地方去到一个地方，那个血循环很好，它就去得很快，好像有 highway 跑这样，哦啊，就很没有什么塞车的。然后那个体温平衡那个体温，就是也是抵抗力提升，一个免疫力提升的一个很重要的地方。还有接下来就是那个压力哦，压力提升啊，压力平衡那个压力啦，然后体重管理啦，不要肥肥啦，哦，我们不要肥肥的警察的哦。对呀，啊，刚才Koh也是讲到哦，他这是创了 R 系列，也是改善他这个水肿的问题哦啊，还瘦了5kg 哦。比较 fit 了，以前是大大只的，有机会我一定会把 Dr. Lu 的这个照片呢share 给大家看，哦，你知道吗，这段时间里面，哦，我已经去了三次这个 Taylor 的那个店里面，你知道吗，是就是，哦，其中一样东西就是什么不好的东西，你知道 Dr. Lu 讲，哦，我穿了这个 R series，哦，这个最讨厌的东西，哦，最不好的一个 side effect 是什么，我的裤子，哦，全部要拿去改，33寸。嗨，雪莉，之前 Hello， 之前33寸的腰围啊，现在是31啦，所以对那个裤子如果没有绑好它会掉下去的，所以说要一批一批去改掉的，改到说你的裤子几时给我拿回来，我没有裤子穿了。是啦，那个管理力还很好啦，不要买过新的。哦，真的是，这段还有什么东西能够说再跟大家讲？这个我看是时间是差不多的哦。只是说最后是提到刚才那个基础细胞，它要打仗要用到那个nitric oxide 哦，那个在 B fuel 那边。那个是比较另外一个有 L-arginine 也是很重要的一个营养素哦。L-arginine 然后给那个血管有弹性啦，保持着血循环很漂亮。然后就是接下来它会给那个血小板不要给它凝固有凝固会阻塞那个也是就是血循环就会受到影响了咯如果阻塞在心脏就比较危险啦因为我们有听过真的是Professor 也是跟我们讲过嘛说我们的血管里面大大小小的血管里面在我们身体里面有两个地球般这么长嘞如果真的是我们的血管被阻塞的话如果阻塞到微血管的话呢在心脏的话我们就还这么大咯有没有心脏会停顿咯如果说他的这个阻塞这个血块阻塞在我们的那个肺部呢我们就会窒息咯有没有甚至到在头脑呢我们就会面对什么呢就会面对那个头中风之类的东西是不是啊是对对 Hi Abigail Hello Abigail 我看差不多时间了好改天更详细的有机会再讲那个比菲的东西我们的感到很幸运啊因为至少在 BE 边找到两个很重要至少有三个重要的产品在这方面免疫力有很大的帮助啦第一个就是那个 IPPA1 西罗多然后第二个就是那个Aura Series Aura Series 刚好接下来那个 Befuel 会也是有帮到某些程度这方面都是能够有这样我们这样现在面对的是一个不同的环境如果平时所具有的那个免疫力如果能够再提升一点就比较安全对因为全世界的医生
就是我们自体的免疫系统啦。所以、哦、要怎样去保护我们自己的免疫系统、哦哦、就是要靠我们自己啦、怎样去保护、哦、以上的刚才我们所学的、哦、这些都是最近很多朋友一直在问我们的一个问题、所以希望我们这个 live 呢能够、哦、帮到大家、哦、如果这个 live 能够、哦、帮到大家也 也麻烦大家、哦、把这个 live 学出去给、更加多的朋友、哦、去了解、哦、怎样去保护我们自己，尤其是在这个时间里面如何轻松又容易提升我们自己本身的免疫系统，好不好 ？OK， 在这里祝大家晚安。嗯、OK， 晚安，拜拜。谢谢 Steve， 拜拜。